帮我们这一次。怎么帮？今天不如你就先示范怎么做一个垫脚给我们看。你们几个猪安排一个猪垫脚不行吗？麦，首先是我们五个每人试过做垫脚，已经试过了，也有赚钱，也有，也有不收钱，也有不收钱，也什么都出现过了。但今天想请你来，是如果你当垫脚的话，你怎么去，排兵布阵？对，我们五个人怎么去，怎么使我哋？如果我都垫脚的话，有要求很高。我们就喜欢要求高。没问题。会骂人的吗？没问题。最喜欢被骂。没别骂。我们现在这全都是鞭炮，我们才行啊。对，我们有改进了。那试一下吧，我的没有试过受你们的徒弟。有你这一句我们就安心了，真的啊。意思就愿意受我们为徒啊？也可以吧。奉茶奉茶。茶水来了。这个啊，香香草吗？每人一杯。每人一杯啊，全看。哇，很激动啊。是。来了。好，这位。师傅在上，请师傅徒弟一杯。你们的师傅喝茶。我怎么找？一个来，谢。师傅，你不喝我茶就不给面子我了哦。每杯喝一口啊？每杯喝，不是吗？是不同口味吗？哎呀，谢谢师傅，哎呀，你是他徒弟了。耶，师傅，哎。你要给红包啊！没准备，今天没准备。师傅，好，谢。真的太棒了，师傅，好，谢谢。师傅，你坐下来吧，他们没有礼貌，要你站起来的。好了，哎，师傅，今天就高兴。